甲上英雄是一款 3D RPG 手游，玩家可以搜集不同时代的英雄，在各种历史舞台上冒险。进入战斗后，可以带这些英雄一起战斗，不过玩家可以操作的就只有主角。比较特殊的是，主角最多可以携带三个主动技，分别为普通技、常规技以及必杀技，各需要不同的能量，玩家可以依照战况选择使用。英雄也有分为甲、乙、丙三种阶级，原来这就是游戏名叫甲上英雄的原因。祝大家都能找到甲上英雄加入哦。GC 游戏频道，燃烧你的游戏魂 ，Battle！